对啊，不准给我剪进去，好的，绝对不行。好好好好。哟，我是嘟嘟君。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，我是个上过健身房的男人。可是，过疫情期间，健身房都歇业，怎么办呢？就躲在家里看 A 片。不要吵，没有关系。本人呢，今天就来分享我居家运动的一些菜单。今天分享的主题是，我这性感的美腿练腿日。第一个动作是深蹲，那深蹲所耗费的体力会比较大一些，所以我把它摆在第一个动作。那组数呢，一组是做2到4下，做4组。第二个动作是分腿蹲，我的动作以半数来做，是因为我要达到肌肉的最大刺激。还有建议大家后腿下蹲的时候不要碰到地板，以达到最痛苦的训练。我这个动作的组数是4组，做12到15下。在4组分腿蹲做完之后，我拿哑铃做最后一组收尾组。这组的目的是达到肌肉的最大化刺激，所以我一只腿做到力竭，再换另一只腿。这边提醒大家，虽然是收尾动作，但动作的速度一样要像前4组一样放很慢很慢很慢。前侧肌群股四头练完之后，接下来就来到腿的后侧肌群。我第一个动作是宽推，主要是训练臀部肌群及核心。我的组数一组是8到12下，做4组。接下来的动作是窄腿硬举，窄腿硬举主要是刺激股二头的肌肉。我的组数一样是
8到12下，做3组。这个动作是我居家练腿的最后一个动作，那影片也接近到了尾声，喜欢我的记得订阅、按赞及分享。我是嘟嘟君，下次见，拜拜。